寂寞宽哥爱男朋友嘅相片，比如讲。你男朋友很黑，小腿水肿了，感觉够神奇呢！你男朋友小腿真的超粗的，感觉。我看到叫苍苍的拍圈，我眼往上一看，第四问讲，你见鬼吗？好恐怖哎！你还讲非常惊。香港太上宫，有花太阳宫。